不然马斯克突然来到这里，联邦的事马斯克干嘛来搅局？与他有何相干？一句削减预算就把你们搞得杯弓蛇影，连联邦的大门进也不敢进，躲到这儿做了缩头乌龟，开支那么高，还敢说与我没有相干？嗯，哼哼，什么开支高？你只不过来了几天，还不懂这里的规矩。性少数群体，重金援助。 自以为是的哈里斯三招两式就被董王拿下，剩下你们几个不堪一击的无胆鼠辈，拿什么本事支持民主党？那是哈里斯一时失势大意，低估了对手。低估？哼，是低能。民主党几个所谓高手都让玛嘎屠戮殆尽，就快轮到你们几个了。放肆！坐下。躲在这里生气有用吗？ 咱们当官的是替总统分忧的，效率部算什么东西？你们效率部设立还不到半年，你凭什么资格替董王分忧？你问我效率部算什么东西？ 现在我就来告诉你，联邦减不了的预算由效率部来减。还有，你听好，联邦不敢裁的人我裁，联邦不敢管的事我管。一句话，联邦管得了的我要管，联邦管不了的我更要管。先斩后奏，董王特许，这就是效率部。 够不够清楚？